电子业龙头台积电在明天要来举办法说会，这也是董事长张忠谋在一个月前回国执行长的位置之后首度要缴出的成绩单。根据了解，在过去这一个月之内，张忠谋恩威并施，亲力亲为，把台积电良率从40%提升到了60%，股价呢也从低点的51块现在拉回到了57块附近，再次的证明姜是老的了。